雄哥讲案。那么选手请退后一步。好，现在我们做基础规动作，双手握头巾，请开始。好，请放下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扣背起伸展。好，情况下第三个动作，侧内胸大肌，请开始。侧内胸大肌，好，情况下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情况下第五个动作，背面扩背起伸展，请开始。好，情况下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侧面三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情况下最后一个动作，腹肌与腿肌。好，请放下。好，谢谢，请注意。